小云，你自己醒一醒好不好？他那天跟那个女生在一起，因为刚才在你们的对话当中，他已经明确回答了，他说我那个时候我被诱惑了，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，他已经明确回答了。话锋转到你这边的时候，你是基于亲情，基于感恩，基于过往，而不是他合适。所以事实上，你电话号码里面的信用卡也好，10086也好，借记卡也好，这些所谓的女生们，她们存在就是因为你并不够爱她。所以当一段不合适的感情出现的时候，我认为应该结束。祝福你们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